他没有丰厚的收入，却总是乐善好施。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可以感动中国。2015感动中国，有请吴锦泉。一摞摞硬币，一笔笔捐款，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敬请收看《道德观察》。90岁的磨刀老人。严格是，但是也有嫌疑，没嫌疑岂不得行？你母的不好让那个给你母了，我母做人那个母子老了太，母不记得修黑布，死前花黑钱才有才有的，不是没有。你母的不好没有。这位老人叫吴锦泉，今年90岁，是江苏省南通市岗闸区五星村村民，靠磨刀为生。2016年2月，他的名字突然在当地变得家喻户晓。我们五星村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叫得响名字的一个磨刀老人，也是我们村里的荣幸啊。2015感动中国，有请吴锦泉。窄条凳，自行车，弓腰扛背，沐雨制风，身边的人们追逐很多，可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刀剪越磨越亮，照见皱纹，照见你的梦。上世纪80年代末，吴锦泉从乡里边的针织厂退休了，因为当时没有退休金，所以呢，他就捡起了小时候他学过的一门手艺，磨刀。哎，大家都听那个有一首歌什么"磨剪子、抢菜刀"，就是干这事儿，天天骑个破自行车，沿街串巷就吆喝磨刀。从退休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么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磨刀老人，他又为什么能站上感动中国的领奖台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2008年5月的一天，磨刀回来的吴锦泉坐在自家小院里休息，突然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幼儿园那个老师连我跑到先生呢，俺大儿子后头不得不落，啊，因为姑娘先生难过，我得躲躲落。吴锦泉再也坐不住了，他起身走进了屋里，向老伴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来当个男主人，他说你来一起啊，我的我过六个子，不知道还是下个月，收了90个点，90个点吧，不占我哪里去不花钱啊。他问我个月的，我的我还有2000一种，5块钱的票是7000块钱。第二天，吴锦泉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兜沉甸甸的硬币，辗转2个多小时，来到了南通市红十字会的捐助点。他进来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是满头大汗啊，然后穿着也非常朴素。说真的，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位老人是来捐款的。然后他来了以后呢，就倒出了一大袋的这个硬币。当时磨一把剪刀5角钱。磨一把菜刀1元钱，吴锦泉积攒下来的这1000元钱，几乎是他3个月的收入。我们就说，老人家，你捐了这么多钱，你以后自己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他说，我才80，我还能挣。他说这句话，大家也是很感动，也是记忆很深刻的。吴锦泉走后，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牵挂着他，于是他们就四处打听，找到了老人的家。他就是一个3间小矮房，而且呢，家里可能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广播。他也是在广播里得知汶川地震了。当时看到那个情形，其实大家还是觉得，一是心酸，二是感动。2009年的春节，当地政府给吴锦泉送来了1000元的慰问金，没想到他又凑了一些硬币和这笔钱一起捐了出去。
那个记者后来就问他呀，吴先生，你为什么捐一千316块钱？他说不是的呀，我这个罐里就拿罐留了这拿粉那个罐啊。他说我就是这么多钱全部倒置了。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跟上次一样，吴锦全又将积攒下来的1000元钱捐了出去。4个月后，甘肃舟曲因强降雨引发特大泥石流灾害，这一次准备捐钱的吴锦全却发起了愁。叔叔才有5万块钱，我就不给啊。他就没有，他有5块钱，这个给社会费，他一个才拿过的。为你与我当特地，我把人当你的去敲了我的名字，给你，你咋就，我来哪里喝的？人家出了个汽车，叫去外来这个体的，去帮我铺这个东西来。他的老伴也非常的善良，就是他们是特别朴实又互相非常支持的一对这样可爱的老夫妻。2013年，吴锦全的家庭突遭变故。一直与他相依为命、陪伴他的老伴儿去世了。老伴儿虽然离开了，但是啊，吴锦全为灾区捐款的脚步却没有停下。只要是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说什么地方啊发生了这个重大的自然灾害啊，第二天他都会出现在当地的红十字会的捐款的现场。吴锦全每次捐款的金额虽然不多，但是他每一次的举动都能够感动身边很多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让吴锦全走上了捐款献爱心这条道路呢？其实他在2008年以前呢，他也做好事儿，就像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条路啊特别窄，然后他也在那儿修过路，就自己啊用业余的时间自己花钱买材料去修路这样。吴锦全说，在2008年以前，他还不懂什么叫慈善，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师傅。他做好事呗，修出来，先害了我就看到师傅了，我想到学习的。吴锦全提到的这位师傅叫胡汉生，是南通市岗闸区一位修理自行车的老人。从1999年开始，胡汉生把修理自行车赚来的10多万元陆续捐出来做慈善。两人有一次在一起遇到了，两人就在一起说话，然后胡汉生老人修车老人胡汉生就告诉他，我在做慈善。我讲给这个慈善去，他做好事，好事上首先上他就告诉我，好快乐的人，好说话对我说不起的人，愿献一生献品的人，后来我自己回来拿了个东西送了给你，我做了个纪念。拿了个东西之后，我就隔几天也做好事，去城市干了开始的。从2008年开始，吴锦全开始向社会捐款。在他的影响下，2011年5月，五星村成立了锦全一元爱心社，吴锦全带头捐款3000元。随后，1000多户村民也陆续自发捐款。锦全一元爱心社呢，自成立以来，已经筹集了10多万的资金，也帮助了不少的村里的贫困群众。2012年9月，南通市红十字会创建了磨刀老人微公益基金，吴锦全再次带头捐款4210元。渐渐的，吴锦全成了当地的名人。但出名后的他依旧保持着以往的生活习惯，还是一天不落的骑着自行车到3公里外的磨刀店支起摊子磨刀。中午在那边就是吃饭，就是一般就自己带点干粮。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吃饭啊，有很多老百姓就说，哎，你今天到我家吃饭啊，他肯定不去。那个人就说了啊，你在外面做好事儿，你还不能让我做点好事儿了，对不对？就一定要拉着爷爷去他家吃饭。生意清淡的时候，吴锦全便会骑上自行车，甩着招揽生意用的吊金龟，在附近的小区转上几圈。哦，磨刀老人。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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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通电视台不是经常天天有的播放的吧？对对。爱是老人。对。对吧？啊。哎，你看，把你吃过了。看见他吧，我们也要意思意思。他献爱心嘛，我们献小爱心啊。在电视台我常看见他。啊，老好人了啊。吴锦泉自制了一个日记本，上面记录了每天的收入。现在吴锦泉每磨一把剪刀收4元钱，一把菜刀5元钱，生意好时一天能有上百元的收入，可他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从来不想着添置什么东西啊。就是衣服啊什么都几十年不买衣服了，有时候可能他在外面磨刀呀，有时候人家也给他什么衣服或者什么，看到有可以穿的在外面看到扔在垃圾堆里啊，他可能觉得还不错，拿回来再修修补补吧。2018年，吴锦泉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开始漏雨，村里决定出资帮他修缮房屋，却被他多次婉言谢绝了。后来一个在上做大工作，他终于同意了，但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能买新的材料，因为我们附近啊房屋拆迁任务比较多，然后一些老人提出来要用一些旧的建筑材料用上去。书记啊，陈书记啊，告诉我这个去写，我是跟写不到写这个嘞，人力很力，这合作愿望啊，合作愿景，合作愿景啊。哦，就是说现在要我们要讨论就是今年就后年以后的事情，就海泥放眼长远啊。每天磨刀回来，吴锦泉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广播读报纸。然后就问他呀，爷爷，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学习什么在，对吧？我们年轻人都不怎么看报了。他就说了，哎，这个学习不能忘，对吧？做好事儿怎么有这个持久的动力啊？就是要看看国家领导怎么讲的，跟得上这个时事政治。虽然平日里十分节俭，可吴锦泉对于捐款却毫不吝啬。他把这些年磨刀的辛苦所得，除了留下一部分维持日常生活外，剩下的全部捐了出去。随着知名度的增高，找吴锦泉磨刀的人也越来越多。看到老人生活不易，有的人会多给钱。比如说他磨一把刀5块钱，他有时候给个50块钱，然后磨刀老人他就会把多余的钱也捐出来，而且他会记下来是某某某啊几月几日捐了多少多少钱，然后一并带到红十字会来，到时候我们会一起给他开一张票，然后让他转交给那些好心人。用咱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吴锦泉捐款的行为可以用痴迷这个词来形容。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当地的省文明办、区政府还有村委会啊，每年都会给老人发放慰问金，这一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呢，大概有3万块钱上下。可是啊，人家吴老爷子一分钱都不花，全部再给捐出去。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个吴锦泉老人说：“说以后啊，您呢就别再捐款了。”结果这一下子，老人家急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跟老人就不让他捐，就是说您这么大年纪别再捐了，就是因为现在在他的带领下，你已经带领了很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来了，你能不能就是用这个钱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呢？然后他就会特别着急，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只捐硬币不行吗？就是他会特别就是有点着急的那种。在定期向红十字会捐款的同时，吴锦泉又把捐助的范围扩展到了当地的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就连村子里的孤寡老人，他也总是想办法来接济他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不好去咳嗽到他家去噻，要买点东西啊，买点油啊、牛奶啊，什么东西的啊，他吃不掉，他都要把东西送给人家吃。我们家冯叔这个，不知道他现在车间住到哪里了。后来问了人，问了几天，把东西送给他了。那就这个人没法做。吴锦泉的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生活，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在当地的医院做护工。对于父亲捐款，他们是非常支持。他捐钱捐得出的高兴不得了，他摸到也又问他了，老太子啊，你捐啥？
一个侄女，鬼子家，哎呀，没子家啊，大力支持啊，我们有什么意见啊？我们也很也捐的。也可是儿子，可是选的。可是儿子，我这路上也好多也修，你的亲戚去把你儿子选了，我的我儿子选了出了啥事？他有一共这个三天都在我手上背后面干。2019年2月，吴锦泉也收了一个徒弟，他希望自己的手艺能有个传人，同时也希望将自己的爱心事业传递下去。走的合适背不囊囊就住的被子县里有个几千万块的那一张你结合县里大学我的小时候不得几十天活得了我得得了就行得了虽然已经是90岁高龄了，可是呢，吴锦泉依然是靠自己的双手向这个社会奉献爱心，几十年如一日啊，做好事、做善事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在做好事、帮助他人的同时，吴锦泉老人也从中收获了快乐，这是他一生行善的原动力。社会需要这份坚守，更需要的是这份正能量。我们也是在被吴锦泉老人事迹感动的同时呢，更需要拿出来咱们的实际行动啊，向他学习。如今呢，让大家感到欣慰的就是，在吴锦泉的影响之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慈善队伍当中来。吴锦泉一个人的小善行，已经变成了一群人的大善，全社会的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